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意，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建议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00面，心恶，别树恶难。那么，当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因何因住，第二个就是因何降伏其心。我想我们知道整个生命是变化的，所以我们在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首先你要想到，你要安住在一个什么样的根本。那么从本经上来说呢，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基本上它的特质呢，是一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它不能有任何的相状，因为那个相状是变化的，所以我们心中只要有相状，这个相状一变化，你的心就跟着变化了。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你的依止处这念心不能有任何相状，啊，你一定要找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一个真实的心性，才能够安住下来。那么这个无相的心性找到以后，它有两个基本的功能得用。第一个它是有不变性，第二个它是有随缘性。那么心性找到以后，第二个就是因何降伏其心？因为我们安住在一念心性，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烦恼习气会不断的干扰我们，所以我们要随时的调整，啊，所以调整呢，在本经当中呢，就是用空假中三观来加以调整的，啊，空观呢是破除我们对相状的执取，那么发明我们心中这个不变的理性，所以我们心中开始执取的时候，我们先守住不变，以空观安住不变。那么以假观呢，来成就随缘的妙用。当我们把心中的虚妄相扫掉以后，我们根据佛法的施设，有安立的很多很多的假名假相。比方说，我们安立的布施的假象，来成就我们的福报；我们安立的持戒的假象，来成就我们的尊贵身；我们安立忍辱的假象，来成就我们未来的庄严；乃至于我们安立的忆佛念佛的假象，来成就往生净土，成就不退。所以，空观是在破除我们心中的执取，而假观呢？是在建立种种的庄严的假象。那么这个中观等于是把空假二观的做一个平衡。所以说我们在修守楞严王三昧，第一个以现前一念心性而住，以空假中三观来做调整。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说是《金刚经》也是在破相，楞严经也是在讲破相，那么这两种有什么差别？金刚经以空性的智慧破相以后，它显出来的是一种空性。楞严经用空观把相状破坏以后，显出来的是现前一念心性。这个地方有所不同。我们可以这样讲，破妄这两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显真有所不同。楞严经认为空性的智慧不能当安住，啊，空观只是
破除我们执着的一种方便，安住的是一念心性才能够安住。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楞严经它是破妄又能够显真，这样子才是比较圆满。好，我们看这个心二的别宿恶难。那么这一课的大意呢，是说佛陀讲完的三简经文来发明相妄性真，真妄不二的道理以后那么这个恶乘的无学之人他们对于这样的道理真妄不二的道理产生了两种的疑问。我们看这个课文那么这个别宿恶难呢，就是个别的叙述呢，这个恶乘的无学心中疑惑所产生的两种的难问。那么哪两个呢？第一个呢，是从印度处界文中其理为是难；第二个，从七大文中其相为性难。首先我们看第一课，那么这个忍意呢，是从印入处界文中呢升起这个理为是难。那么佛陀前面讲到四科的经文五印六度舌处十八界当中呢，那么二乘的无学之人呢升起的这个所谓的理性违背四相的这样的一个难问。佛陀在讲四科的时候，基本上是会事入理把这个五蕴的身心世界的生灭因缘呢都说他们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那么最后呢是当体即空。那么当体即空当中呢，佛陀又说他是一念心性之所显现，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样子的观念呢，会是入理当中呢这个二乘的无学产生的心中的疑惑我们看经文就知道它到底产生什么疑惑。我们看第一段，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因何呼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千流终而复始。那么这段的经文当中呢，分成两小段，第一段呢是富罗那尊者引用佛陀的开始，他说世尊，正如你老人家前面的四科经文说的，那么这个在十法界的世间当中呢，这一切的有为诸法，包括的六根六尘相对于六识的种种的作用，乃至于这个产生这种五蕴六入舌处十八界这种种的舍心诸法，那么这种生灭变化的因缘法呢，你说呢他们是相妄性真的，他们的相状是生灭的，但是他的本性却都是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清净本然的。那么这一段正是佛陀前面说的会是入理的一个观念这段是引用佛陀的法语。第二段呢，正是说明心中的疑惑。那么，云何呼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呢？也就是说，既然我们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是清净本然的，是离一切相的，那么怎么就能够产生众生的这种一正二报，这种身心世界？这种有为诸法呢，那么产生有为诸法以后呢，又会产生一种次第的迁流变化，乃至于终而复始相续的循环不断你看有情众生的生老病死，无情世界的生灭迁流。那么这段的经文的大意是说在二乘人的观念当中，他认为既然心性是无为法，那么身心世界是有为法，怎么一个无为法能够创造一个有为法出来呢？
那么这个是恶圣人心中的迷惑了。那么这一点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啊。我们讲到现前一念心性的时候啊，它不是有为法，但是它也不是无为法。我们不像恶圣人，恶圣人讲空性，那真的是无为法。我们讲心性的时候，它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因为它随缘不变，那么是跟无为相应。但是它不变又随缘，又跟我有为相应，所以它是亦有为亦无为，非有为非无为。那么也就是说呢，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恶乘人对于心性的随缘不变之体他是认同的，但是对这个不变随缘之用产生的疑惑，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一念清净心能够随众生心应所资粮行业化现，他能够受的业力的心行而变现身心世界。那么这个随缘的作用这一部分呢，恶乘人的确是产生的障碍。好，就是既然清净本然，又怎么能够变现这些山河大地，变现出来以后他又不断的流转啊，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理为是难。好，我们再看第二段，忍二从七大文中起向为心难。那么第二个疑惑呢，是从七大的经文当中呢，那么产生的四项违背理性的这样的一个难问。我们讲一下哈，这个理跟事哈，本经要讲到理的话，那都是讲心性，一个以不变为理啊，心性是不变的。那么这个讲到事项呢，就是讲到身心世界啊。前面呢是说一念心性是怎么变现成身心世界，如理为是难。那么这一段呢，向为心难是说，那么身心世界又怎么能够回到一念心性啊？前面是说啊，一心怎么产生万法，这个地方是万法又怎么能够回归到一心啊，在这个地方产生的障碍。好，我们看经文，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银河融水，水性周遍，火者不生，复银河明，水火二性既遍虚空，不相离灭。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银河二俱周遍法界。那么第一段的经文也是引用佛语啊，说啊，世尊，你老人家在七大当中讲到一个观念，说啊，说地水火风乃至于空大。那么当然这个身为这个啊，这个七大的相状是生灭的，但是它的本性所谓的如来藏妙真轮性是圆融无碍，是周遍法界，而且是藏然不动，是不生不灭的啊，相状是生灭的，而体性是不生灭的。那么这个观念是佛陀前面说过的啊，相妄性真啊，这个是没有问题。这一下就正式的说出他心中的疑惑，说世尊，若地性遍，银河融水啊，说身为一个地大，地大的体性是坚固的，是一种障碍的。那么水的体性是湿润的，有地大就不能含容水了，有水就不能有地大啊。在二乘人的观念是认为地水这两种性质是互相障碍的啊，那你怎么能够说是相互圆融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地水两个法门的互相障碍。再看第二段，这一段是讲到水火之间的障碍，说水性周遍，火者不生，说水大是一个湿性的，而火大是热性的，那么水火根本是不能够相容的
你看火能够把水烧干，水也能够把火扑灭，所以水火二性是互相障碍的。那么怎能够说水火二性这两个体性都遍满虚空，而不互相的去凌夺，不互相消灭呢？也就是说认为水火二性呢是有障碍的。第三段讲到地空两个法的障碍，说世尊，地大的体性是障碍的，是坚固的，而虚空的体性是虚无通达的，那么这两个又怎么能够都周遍法界，都能够圆融无碍呢？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哈，二乘人对这个法的观念呢，它是一个很坚固的法执。那个坚固的法执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认为这个法是离开这一念心而个别有体性，他不认为一切法是内心所变现，他认为法是真实的。你看他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对，他对三界非常畏惧的。那么他看到三界的可怕，他把这一念心的我执消灭了，不再招感三界，他就认为大事已办。那么至于这个三界是怎么回事，他不管。那么大乘佛法认为一切法是如梦如幻，地狱是我们一念心所变现，极乐世界也是我们一念心所变现，所以一切法能够互含互摄。互含互摄的基础点要安立在法空的思想，而这个法空的思想要安立在一切法是唯心所现，你才能建立法空的思想。所以说二乘人对这个心外求法 的这个缘故啊，所以他认为法法是不相容的，每一个法都是有真实的独立的体性。那么也就是说呢，藕益大师讲到这个地方啊，对于二乘人两种疑问啊，藕益大师提出他的看法。他说二乘人的思想真不能容妄，妄也不能容真。二乘人认为真实的空性不能容受这种希望的有为诸法，有为诸法也不能容下真实的空性。真实就是真实，希望就是希望，这个是二乘人的概念，两个永远是汉贼不两立的。那么大乘佛法是认为真中有妄，妄中有真，关键在一念的迷悟的差别。你要是觉悟的，一切法都是真实；你要是迷惑的时候呢，一切法都是希望。所以这是大乘的不二的思想啊。那么当然，身为一个二乘有法执重的人提出这个观念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么总而言之，在这个整个两种疑惑呢，都是对于这个真妄不二的思想产生的疑惑。好，我们把这个二乘人的疑惑叠出以后，我们就知道其实整个后面的半卷的经文都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我们看心三，请佛开示。那么富罗那尊者讲出了二乘人心中疑惑以后呢，这个时候很恭敬的请佛陀开示。我们看经文，而我不知是意幽王，唯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淫，集诸大众，作是已矣，五体投地，亲可如来无上慈悔。那么富罗那尊者他讲出了心中疑惑，说我现今啊，是真的不能够了知啊，这个性相恶意啊，所谓的真中有妄，妄中有真啊，我说是一念心性能够变现万法啊，一心而产生万法，万法又能够产生一心啊，这个心跟法之间是不二的，
这个观念我实在是很难理解的。啊，说对这样的一种真妄不二、性相圆融的道理啊，这样的一个宗旨，它的去向实在是很难能够融会贯通啊。唯愿如来世尊啊，能够依止大悲心啊，来为我等广泛的宣说，来开示我心中的迷因，乃至于整个二乘无学之人呢，来破除我们心中的疑惑。那么做事以后啊，大家就这个富罗那尊者就五体投地，那么心中怀着啊倾慕可仰的心情，来等待佛陀慈悲的开导。那么这个地方古德的注解上说啊，这个富罗那尊者讲出这句话呢，就讲说明他这个人是有自知之明。佛法是很忌讳真善慢，也就是说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那么因为二乘人基本上佛陀在开导他们的时候是未时失权，佛陀在讲小乘法的时候并没有把整个生命的全貌讲出来，只是讲到诸法是无常无我的。那么从无常无我当中呢，而证得的我空真如七相的偏空的涅槃。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念广大的现前一念心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并没有广泛的开显。也就是说佛陀在小乘法当中只是引导他们怎么从有为法而误入空性，这么怎么空性怎么出来，怎么从空出假，这个教法佛陀并没有宣说，所以他们自然是产生了障碍。我讲一个小故事诸位体会一下啊，这个讲到国王的迷眼。说古代有一个国王啊，是非常的贤人，他每天啊处心积虑要造福老百姓，设立很多的制度，也帮助很多的弱势团体啊做了很多福利的制度。但是众生的心啊是有各式各样的想法，所以他怎么做都有人去赞叹他，怎么做也是有人回报他，所以他觉得非常的苦恼，我怎么能够让大家都满意呢？那么有一天呢，他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老者，一个老人家白发苍苍啊的一个老人家就告诉他说啊，你要让大家满意啊，有一句话你要记住，这句话你能够实践它呢，一定会让大家都满意。这个国王听了以后非常欢喜啊。那么听了这句话以后，他醒过来，哎，把这句话给忘掉了。忘掉以后说，哎呀，糟糕，这句话是让我离苦得乐、趋吉避凶的法宝，怎么忘掉了呢？这个时候啊，他就请他所有的财产啊去做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钻石，昭告天下，哪一个人能够把我梦中的那个迷眼找出来，解除我心中的痛苦，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满意我，我把这个钻石送给他。后来有一个老者啊，在山中修行的老者听到这个传闻以后就走下来，大悲心啊，来到国王的面前说国王，请你把你那个钻石拿给我。他说你知道答案了吗？他说你先把钻石给我。他拿了钻石以后啊，磕了几个字就把钻石还给大王，然后掉头就走。那么国王看到这个钻石这个戒环旁边啊磕的字啊，就是一切都将过去。他听了以后恍然大悟，就是我梦中里面的名言，一切都将过去。不过这句话从佛法的观念呢，我们心中这念心，当然我们说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心在动，因为你不执着它不会伤害你的。色不迷人人自迷啊，我们要知道外境不会伤害我们，一定是你对它有执着他才会伤害你，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我们对他产生执着以后，他对我们产生牵动嘛？那么你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等于是无常的智慧。这个时候你的心等于是收回来，开始把外境收回来。但是这句话我觉得，一切都将过去，它只是破妄，其实它只是一种止痛药，没有真正的。那么一切都过去，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我们应该说，这一切都将过去，我们现前一念信心即将到来，破妄显真，因为你把一个东西破了，那么它因何因住？因何因住呢？所以我们佛法是有所破坏，有所安立。他讲离一切相，有即一切法，一定是双向思考的。当然这种双向思考的观念，二乘人是很难理解的了啊，所以他以一种对立的心啊，正妄对立的心啊，提出他的看法啊。我们看悟尔的喜宣，尔时世尊告富罗那及诸会中漏尽无邪诸阿罗汉，如来今日不为此会宣圣意中真圣意性，令如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皆获一乘即灭场地真阿兰若正修行处，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富罗那等亲佛法音，默然成听。那么这个地方，佛陀正式的允许他的疑惑、他的滥问，来先说这个真妄不二、性相圆融的道理。我们看经文。那么就在富罗那尊者讲出他心中的疑惑，而且请佛开示以后呢，佛陀就先告诉了富罗那尊者，以及整个法会当中呢，这些已经漏尽的无学。这个漏呢，指的是烦恼啊，特别指的是三界的见思烦恼。身为一个阿罗汉，他的特色就是证得我空的真如，而断除了见思烦恼，所以分断生死已了了。所以他在整个小乘法当中已经无学了，已经圆满啊，这是阿罗汉。那么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二乘人的特色就是烦恼障轻，所知障重。烦恼障，他的见思烦恼淡薄，但是他们的对这个性相圆融无碍的这些道理啊，是容易产生疑惑障碍的。所以如来今日呢，普遍的为持法会当中呢，来先说大乘胜利当中的真胜义性。这点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胜利中的真胜义性？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说是在唯识的教法当中呢，把这个胜义的道理啊，分成四种。第一个叫做世界胜义。这个世界胜义主要的是一种人天乘的道理，讲到了世间的因果啊，我们造善一定可以招感安乐的果报，造恶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这个叫做世界胜义，这个道理也特别的殊胜啊。第二个叫做道理胜义，这个是一个二乘的教法，讲到四谛十二因缘啊，讲到这种出世间的因果，我们应该怎么去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啊，来成就出世的涅槃啊，这个叫道理胜义。第三种叫做正德胜义，那么就是整个般若经典所说的，我们应该怎么把一切法看到它是缘起性空，把一切的有为诸法回归到我空法空的真理，所谓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个叫做正德胜义，这个是大乘的别教的道理。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胜义胜义，就讲到了相妄性真啊。那么这一切法的相状是虚妄的，但是一切法的体性却是真实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就是万法唯是一心的道理啊，这个是
整个教法当中最为殊胜的啊，胜义胜义就是说明的啊，观相言妄，观性言真，而真妄是不二的啊。那么这个是佛陀的教法当中最为殊胜的。那么使令法会当中的这些定性声闻，也就是说这些都已经证入偏空涅槃，决定不能够回小向大了。啊，他们内心是成空至极啊，啊，对有为诸法不生好药啊，乃至于不定性的声闻，一切的尚未证得我空法空的啊，只证得我空的真如的这些啊，已经回小向大的这些阿罗汉啊，包括了定性声闻，包括的不定性的声闻，那么从这个当中呢，都能够获得一佛证的极灭场地。这个极灭场地呢，指的是我们的常住真心，以一念心性当作整个修行的根本。那么这个根本开始从体起用，产生的一种修行，这个修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空假中三观的调伏，以空观来发明我们心性的不变之体，以假观来发明我们心中随缘之妙用，那么以这个真空妙有来调伏内心，这个才是真正的阿兰若。阿兰若就是极静啊，也就是依止这个不生不灭的心性当作一个场地，在这个场地当中呢，修习空假中三观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圣意中的真圣意性啊。那么汝等这个应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听闻，我也会为你们详细的说明。那么富罗那尊者跟这些二乘的无学之人呢，听到佛陀的法印以后啊，那么内心当中升起恭敬，那么默然来承受听闻啊。那么这段经文偶一大师说呢，从这一段可以看得出来，本经是法华经的前方便，因为法华经开显了每一个众生都有真如的本性，所谓的相妄性真。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长相不同，你看你的长相跟他的长相不同，我们的长相跟蚂蚁的长相也不同，但是这个长相是生灭的，因为你前生长得跟今生也不同啊，你来生的长相跟今生也不同啊，但是我们在不同当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本性，在《法华经》里面就是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把整个生灭的相状啪整个破坏了，那么开显众生本具的心性。但是在《法华经》当中呢，是所有人听过以后没有人产生怀疑的。那么《楞严经》，所以它还是言教中还带一点别教的思想，有些人还是产生怀疑，佛陀还要再先说啊，所以它只是法华经的前方便，因为它是方等时四教并谈啊，以言教为根本，但是含有通藏通别的教法在里面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先把这个二乘的心中的问题提出来。这一下我们看五三的正说，佛陀正式的说明啊，这所谓的圣意中真圣意性，这是所谓的啊真妄不二性相圆融的道理啊。那么分两段，第一段呢，答迷真起妄以是理为细淡；第二个答相随性片以是相为细淡。先看第一段，即那么佛陀讲到这个理为细淡，说我们清净本来怎么就产生三头大地呢？说你这个心是无相的，无相怎么就产生这些身心世界的男人相、女人相出来呢？佛陀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因为迷真起妄。这个迷真起妄要注意哈，这个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妄呢，就是无明妄想。我们解释一下啊。我们只能够说迷真起妄，不能说从真起妄。你说
真怎么能够升起妄呢？因为佛陀观念里面是说，妄本无因，因迷故有。妄想是没有理由的，没有原因。这妄想从哪里来？它没有，它本来就是没有根本嘛，达妄本空啊！你说它从哪里来？它只就是一念的迷起嘛。妄本无因，因迷故有。你不能够说妄想从真心出来，那就完了。清净本然怎么会有妄想？我们只能够说，因为我们迷失的本性，所以产生了妄想。这后面佛陀要讲一个故事啊，他说啊，说什么叫迷真起妄呢？说有一个人，一个很健康的人，早上起床照镜子的时候，哎，突然间觉得我的头不见了。那么他的头还在，但是他认为他头不见，产生这一念的迷起。然后就到处说我的头撞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了。一个有智慧的过去、啊、一个巴掌啪打过去，哎，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头就在了，但是他在迷惑的时候他头也在啊。那么他 只不过是怎么样，只不过是一念的迷情嘛。所以我们凡夫跟佛差在哪里呢？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嘛，那么醒后空空无大千，只就是一念的迷情，所以希望的显现的三界，当我们恍望归真的时候，最后密之了不可得。这个就是所谓的迷真起妄啊，这个观念，这四个字佛陀后面会详细的说明什么叫迷真起妄啊。好，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总辩真结，二别名迷悟。首先看第一段，那么佛陀先一个笼统的来辨别啊众生的一个真实的觉性，就是众生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么这当中分两段，第一段呢直指觉性本来即照，第二个双破觉非明已不明。那么直指觉性本来即照是说，我们真实的觉性呢，其实本来具足即跟照两种功德，看经文就容易清楚。佛言：富罗那，如汝所言，清净本然，银河复生，山河大地。这段先叠释这个暗定这个富罗那尊者的疑惑。他说：富罗那，正如你所说的疑问，你说我们这一念心性呢、啊、是清净本然。这个清净这两个字，我们解释一下哈。当你在大乘经典看到清净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要怎么解释它？清净的意思就是离一切相，也就是说它不是杂然，但是它也不是清净，它不是清净相。你说、哎、它是清净相，那就完了。它是清净相，它怎么能够现出杂然相呢？所以清净就是说它不是杂然相，它也不是清净相，它是离一切的对立，叫做清净啊。这个观念要清楚啊。那么身为一个众生本具的心性，它是离一切相的，而且是本然这样的一种相貌呢，是本来如此的，不是经过后天的造作而有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清净本然的相状，这怎么就能够产生这个山河大地这个身心世界出来？那么这段经文是先暗定富罗那尊者心中的疑情，这以下呢就正式的直指人心啊，见性成佛啊。我们看经文：如常不闻，如来先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富罗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先说思义。那么佛陀说：富罗那尊者，你过去应该经常的跟随在佛的旁边啊，那你是不是曾经听过佛陀讲出一个观念啊，说是性觉妙明，本觉明妙的观念呢？这个性觉跟本觉呢，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讲到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当中的一个本觉的理性。这个本觉的理性呢，
它是妙明的，是具足光明的。啊，这个妙明呢、啊，这个光明放在下面的时候，表示它是集而常照的。啊，这个集指的是如如理，这个照指的是如如智。啊，以如如理而生起如如智，这叫集而常照。那么明妙呢，是刚好相反，是照而常集，一如如智呢，还照如如理。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众生的本性呢，是觉性当中有光明，光明中有觉性。先把这个众生的本来面目呢，先把它指出来。富罗那就回答说，是的，世尊，我经常听闻佛陀呢，来先说如此深妙的义理。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先暗定本性，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迷真起妄之前，那么到底我们的相貌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就是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我想我们学过大乘佛法，我们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相貌啊，我们并不是很满意，很满意啊，不管色身，不管内心，很多妄想，我们都不是很满意。但是这个相貌都不是我们原来的相貌，那是很多的流转啊，生了很多的妄动啊，然后才有的。那到底我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开始去探本求源，说那我刚开始是怎么样？当我们把生命回归到原点的时候，那我刚开始是怎么样呢？佛陀先说明啊，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是清净本然的。在一念的清净心当中呢，它极静而有光明，光明而又不障碍极静，就极照不二。这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先把这样的一个我们一个真实的面目呢，先把它标出来。好，这是第一段。看第二段，双破觉性呢，是非明非不明。那么身为一个觉性，它本身不是觉悟，它也不是迷惑。觉性它是超越迷悟的。我们说佛陀是觉悟的，这是方便说的。你说你觉悟，那你这个觉悟当中是不是还有个迷惑的对立呢？啊，有对立，你的功德就不圆满了。啊，所以身为一念心性，它不是明，这个明就它不是觉悟，也不是迷惑，超越这个觉跟迷这个对立。啊，我们看经文就知道了，有三段，先看第一段。佛言：如称觉明，为复性明，称明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这一下就开始啊，来探探啊，来测试啊，这个富罗那尊者对于本来面目的想法。他说啊，佛陀说啊，正如你刚刚所认定的这个觉明，这个觉明啊，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如果讲明觉，那就是一个无明妄想啊，在这个地方注意哈，觉在前面的话是觉明哈。佛陀说呢，说你刚刚说这个觉明啊，觉性中有光明，光明中有觉性啊，这个集而常照，照而常集啊，这个观念是真实的本来面目哦。好，这一下佛陀就一下提出一个问题，说为复性明称明为觉，还是为觉不明称为明觉？说富罗那尊者，你认为这个觉性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